我小露一点，小露一点，也小脱一下，好不好？来 ，Miss 最有自信的对方，耶呼，胸肌。好，来中下方前方的媒体朋友，因为我们一样看向正前方，先来我们正前方的媒体。请我们五位美少男，好不好？来展现出你们自己觉得很有自信的地方，好不好？我的侧腹。啊！侧腹！天哪！赶快手机，赶快拍，快一点！哎，怎么没了？太短了啦！你起码让我数三二一。他没力气了，他没力气。侧腹。我瘦的脸胖。笑场，来最有自信的地方，三二一，耶！帅气脸吗？很好，三，脱了，一，耶！二头肌，来左右，哇！我小露一点，小露一点，也小脱一下，好不好？来 ，Miss 最有自信的对方。手，手是你最有自信的地方，因为我的手特别的大。真的吗？真的，我跟你比，这样，对不对？我觉得我刚刚有点被电到的感觉。其实我们是刚刚才真的知道说，对，我们是开幕的嘉宾，对，所以听到的时候我们蛮开心。我们刚刚一下台就有在聊这件事情，对。是非常有很多粉丝临时就来排队，有没有很感动？因为我们可能还在家里睡觉的时候，我们就看到我们的手机里面的粉丝群，就看到一堆粉丝都有 po 说他们已经在这边等了，所以我们当下看到的时候，其实也是会有点心疼，因为毕竟外面这么热。对，辛苦大家了，真的。其实真的很感动，然后他们就是有在那个捷运忠孝敦化站有他们是自己募资，然后帮我们做一个看板，就是其实真的很感动。有空我们一定会去拍个照。有准备一个大家敲完很久的一个表演，就是 Die High。因为什么大家会敲完？是因为我们有露出身体的部分。对。所以今天晚上会清凉登场。今天晚上会。大家为这个练。大概是哪一个部分呢？身体的。就是目前都还没看到的部位。对啦，直接吧。因为其实我之前是就是练体育，只是我现在的身材比之前还差一点。对。所以现在觉得目前你觉得可以为自己打几分？身材？我觉得六分吧。六分？满分几分？10分？满分10分。我其实因为在一些可能比较学生比较会出没的地方，就比较容易遇到粉丝。然后粉丝就会跑过来说：“你是火星的夏普阳吗？我超喜欢天王星哎！”对，这样听得很棒。就是我目前遇到每个粉丝都说：“蛮喜欢天王星的。”对，所以我觉得其实还蛮可爱，粉丝都很可爱。